盘点藏私房钱界的天花板操作。男友居然都往车上藏起来，发现男友鬼鬼祟祟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怎么不能在这？你在这干嘛？兄弟买新车，过来体验一下，来走走，赶紧回家看看。是不是在这藏私房钱啊？营长变货，给我找出来，赶紧。藏的挺好，还藏哪了？叮叮叮！你真是女娲虫，还藏别的地方了吗？相信。这怎么藏啊？原来是藏下面了，拍完声东击西，后座也藏了。是不是垫子又藏了呀？真没有，真没有。又有新的藏钱点。可以啊，丑，全给我拿起来，赶紧。无从下手。我刚看你车尾藏也藏了是吧？待了多久啊你？发现打不开。给我打开。钥匙。吃了不会开车的亏。这亏不是就藏垫子下面了吧？真没有。还是看一下比较放心。那你藏哪啊？原来藏对了。行啊，丑。还藏别的地方吗？没有。我都看到了，你还不老实？在前备箱。给我打开。这么多，你这是牛啊，丑！ Oh my god！ 男友原来藏了好多古董私房钱，解释一下。上个视频发现的老古董，我还真的有那本东西。完了是吧？果然有东西，这什么意思？老家金珠。金珠？你怎么带我来你家了呀？哎，三妹，你是不是也知道家里藏钱？还挺重。打开看看。不行，他作为厂长住宅承载1D7年的梦想呢。一把抢救，哎，承载7年的承载，赶紧打开。这样，如果想 EDG 夺冠，这个主管就送给你。好大的决心，毫不怕，毫不犹豫。这么多，还有我什么时候能硬币呀？如果今晚 EDG 夺冠了，可以留700块钱给我买个冠军皮肤。可以可以。嗯，这还有一个。这也是古董。又是古董。我的天哪，这都什么时候的钱呀？这是1962年的1毛钱，1972年的5毛钱，还有这是1960年的1块钱了。天哪，这年份加起来比我们还老呢。老呢？那这是手机是怎么回事啊？古董啊。家人们，知道这手机用来干嘛的吗？男友藏私房钱全部藏被我发现了。阿丑，我们快递到了，帮我下去拿一下呗。哦，好。哎，刚好我也下午买瓶饮料。居然有这么多钱，这是要藏到我的星黛露里面。好家伙，整个扇子藏，看看能藏哪，好像要拆开尾巴藏，关亲他、啊、赶紧回来，回家等他。宝宝回来喽。好可爱哦。可是可难抢了，特别贵啊。嗯，我知道啊，它里面可能更值钱。啊，对啊，很值钱啊。喜欢的好嘞，才有这个。哦，还有个本子吗？对啊。我再看看、哎、他这么好看你拆来干嘛？这就是你的理由吗？这算算放着好了，就想要拆开看看。拿来，一把抢过。哎，你别拆它会坏的。我看坏的也是你吧。这什么、啊、就幸运观众中奖啊。那我真的好幸运。我测试一下它能不能当钱包，试一下。自己都觉得理由很充分。不行啊，丑！林大贝尔的尾巴也长了，要抽出一大段。这什么？想想啥借口睡觉？你知道这是我花了多少精神想回来的公仔吗？
双十一来了，刚好。好，回来了。嗯，回来了。动我旧手机干什么？我要把旧手机卖掉一些，换成新的，当然可以收服务了。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干嘛呀？这是要整哪出？你藏钱都藏到手机里面去了是吧？常规操作。我看你是常规惯犯吧。哼，那这些手机都藏了是吧？还好我还没卖掉。还是我聪明。你这是百宝袋吗？身上什么都有。刚兼职完回来吗？你是不是去兼职修手机了？这还会技术活是吧？这一直这么技术。突然觉得一点都不了解他了。我可以啊，瞅着藏那么多了。那这台怎么还没拆啊？大的。这个不好拆。又想封路。不好拆？我咋不信呢？我自己拆。拿来吧你。这不是能拆出来吗？又是纸条。这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家人们，这到底是什么？保时捷原来这么能藏钱，找兄弟拿钥匙。赶紧给我找出来！原来破二手车就是这台车。就这了吗？就这么多，没有了。就藏10块钱弄这么费劲，我不信！赶紧给我找出来！还想忽悠我？去藏吧。别跟我闹！这么能藏，你真的是。就这么多了，加个油用嘛。谁信？脚垫呢？脚垫是不是也有？没有。我不信啊！我延长了。给我拿出来。上次网友都说脚垫那么多，肯定也有藏的。我不起眼，太藏了不藏？还藏？你可真能藏啊！这全网最能藏就是你了，是吧？啊？不敢当。拿来。还有其他地方吗？原来是这意思。给我打开这里。我说都说没有吧。真没藏吗？没有啊，还是不敢相信。信じずはいつも一つ。真没有。是什么呀？好像是个开关。